钵钵鸡的那个量可以拌凉菜的那个扣二，想要酸菜的扣一，因为酸菜的话要去找一下，一二都要扣是吧？扣12是什么怎意思么啊，阿紫？扣12是要12种的意思？你有12种吗？对不对？我们扣百十二二是十要。一，哎，有黑粉了，有黑粉，我们就上那个酸菜，酸死他，行不行？可以，有没有酸菜嘛？那我去找一下吧。嗯，可以。去找一下吧，来，等想要酸我菜的扣一一，分帅钟。哥解码。等1分钟，对。传单也收到了，质量非常好，是吧？对呀，我们每次给叔叔阿姨们分享的传单也好，不管吃的，不管用的，多好，都是放放心心的去拍就可以了，真的。放放心心的去拍就可以了，刀也好，干嘛也好，你看现在公屏上每一个家人们扣出来的，哪一个不好呀？对不对？那他们去找酸菜要10多分钟呢，哪那么久啊？哥他应该就是去车里在面看上了。次你们在你们那个就是上次带走的呀，不知道放在哪里了，我今天是没带。腊肉还有吗？有的啊，帅哥姐们，但今天应该不上啊。那就钵钵鸡吧。来，帅哥姐们，我们想要钵钵鸡的，就是可以拌凉菜的那个量，想要那个的，你来办扣吧，一。你叫家人们办吧。哦，来了，阿紫帮你们就办是行不拌这行？个的，扣一好不好？想要的扣一。我的话很喜欢吃凉菜，所以呢，很喜欢这个。哎呦，老板今天带这个来真好。还是跟上次家人们的福利一样吧，好不好？我拌一下，我给你们拌，帅哥姐们，保质期多久？家人们看看那个，就是阿紫看怎到没么有？办的啊？这里面是不是什么都有，帅哥姐们？香，还有什么蛋、什么猪耳朵、什么菜都有。我都有点忘记了，但是我不能忘记，因为我也记得确实好好吃，所以我一直都记因得为这上些。次很多对，家老人板是连。怎么办的？你们看好，先撕开。上次很多家人那个问客服到底是怎么用的，然后还有的说有菜。我拌给你们吃，好不好？先撕开，哇哦，有三包料，有三包料，这个放这里，拿出三包，然后我们先剪开，我来吧。我来帮你剪吧，待会儿把你衣服搞脏了。没事，我来，只有刀，我来就是我来，只有刀，就撕吧。看好啊，帅哥姐们，还是撕吧，这里有撕的口，看到没？把它撕开，倒在一个碗里要面，摇摇，要摇一下，因为里面会有那摇个，一摇，对。摇一摇，摇一摇，然后倒在碗里。哇哦，这个油你们看到没？看到多好吃的样子。然后还有一包，这个是什么料？粉料，粉料，这还有一个包就粉调料，味包。调味包，这个是调味的，看到没？再倒进去，哇，倒完了。然后这一包是芝麻，把芝麻得倒进去吧，一次性搅一搅。我感觉没有筷子了，这里。怎么办？嗯，去那个柜台下面找一下，平时他们点外卖的时候有没有筷子？差了一双筷子，哇，好香啊！真的非常的香。有没有？还没有嘞。有没有的话，隔壁饭店关了没有？隔壁饭店没关，那去那里找一下。没有了吗？没有没有。这个牙签呢？旁边有吗？用刀吧。啊？刀是不行的。用牙签用吧。牙签吗？用牙签吧。没有用筷子了，怎么办？你们想一下办法，帅哥姐们。
你们想一下办法呗。没有筷子了，用什么？我看一下用。下面外面的小卖部也都关门了哦。嗯。没有筷子，刀可以用是吧？用刀吗？他们都说用刀，但是那个刀有点那个感觉。用牙签吧。用牙签吧。用手抓吗？你们看他，他是要搅拌搅拌的，搅拌搅拌均匀。哇哦，这个料好好啊！我们喜欢吃凉菜的叔叔阿姨哥哥姐们，真的可以买这个。喜欢吃凉菜的话，把自己爱吃的菜呀，什么煮的那些呀，都把它煮好，煮好了之后呢，直接把这个拌一拌，拌一拌就把它给倒下去，倒下去再拌一拌，然后再放个10分钟或者5分钟，再让它放在那里入一下味，它就已经非常好吃了。哇，好香啊！上一次买的还没吃，啊，你怎么还没有吃啊？你怎么惹得住啊？啊！来，给你找了一根喝酸奶的吸管。可以，搅拌搅拌了，用这个吸管搅拌。还要加一点水。对，搅拌好，然后再加一点，有高汤的话加高汤啊，帅哥你们，对不对？对。有高汤，煮过骨头的那种高汤的话加高汤。我们现在没有汤的话，我们就加矿泉水，就那么一碗水就可以了。还有吗？再加一点。好，来，我们把矿泉水加进去了，有高汤的话用那种高汤，再搅拌搅拌。嗯，你们看一下这个量，哇哦，然后把它倒上去了啊。倒在凉菜上面，我把它给倒完了。跟我感觉还是要筷子，不用筷子的话还是夹不出来的。让它这样子，把它倒上去之后呢，让它入味一下，是不是很好吃的样子？帅哥姐们，觉得好吃的样子扣1波1，好不好？上一次一次性手套没有没有，没有一次性手套，好像没有。这样让它入味，哇！我想起来上一次我吃那个我就流口水了，好好吃，好香，非常的香，非常非常的香。菜一样的，拌凉菜一样的，想不想吃？想吃的扣1波1，下一个节目。想不想吃阿紫拌的这个可以1波1，看到没？是不是很好吃的样子？是不是很好吃的样子？把它记一点给你们看。哎呀，给你买个筷子了。看到了没？哇，哇，老板他去买一包筷子来了，谢谢谢谢。总不能让你用牙签吧？来，哇，谢谢，你也坐这里边来，老板。坐来。我会被骂的。不会。不。谁骂你啊？来。不，他们不喜欢我的。不会，怎么会不喜欢你呢？他们你这么好。喜欢我。你这么好，怎么会不喜欢你？我能不能来啊？来。真的能来吗？能啊，那我这个是拌好了的，那不过来吃的话。那我帮你拌。哎呀，我的萝卜干好香！来，我吃一块。家人们，这个要泡啊，要泡个10分钟左右。时间没有了。然后我建议你们哈，回家做菜的时候，嗯，一定要切成丝。嗯。可以切片，也可以切丝，但是切丝的话会更入味儿一点。切丝的话，小成呢就很容易入味。帅哥姐们。一般到餐馆里面去吃哈，都是一串一串的，就是这种。看到没？
非常非常的好吃。来，这个虾你吃不？你吃吧。吃不吃虾？虾你吃。虾我吃啊。嗯、我们跟易总留着好不好？可以。跟易总留着好不好？这些我的萝卜干掉了。那这个应该是我的萝卜干掉弄到地上了，摔给你们。好可惜，我心痛死了。这个应该是你最喜欢吃的吧？嗯，那个什么藕啊、土豆啊之类的。对对，这个是藕片，算一个节嘛？看到没？还有人在抢萝卜干吗？嗯。欢迎萝卜干啊！谢谢家人们啊、哦！谢谢家人们。那个刚刚。那个我没看到，我目光被这个给吸引了，我被这个给吸引了。来，想不想吃这个的帅哥姐们，想吃的扣一不一，想吃的扣一不一，我不急上车是吧？对，想上车的扣一不一来，拌凉菜呀、啊、都非常好。现在过年过节了，很简单，把自己爱直接倒这个下去拌一拌，就是一道。很好的菜啊！来，给你把这个土豆拧出来了。嗯，谢谢谢谢。干嘛？连易总？这个土豆。连易总？好吧，那我连易总吧，家门又在担心了。他们意思是在这里连，他的意思应该是，我看一下。是吗？老板没有连过来吧？帅哥姐吗？易总还在。老板在直播间吗？老板在直播间。他没有开车的。没有是吧？嗯，老板在直播间吗？在直播间的，直播间那个刷个东西，我连一下。老板没在吧？好像。这是土豆片。在。在吗？我连过去。好嘞。我马上要到了，给你放好了，赶紧来。肉牛一点啊。嗯，你看。肉牛，我马上到，哎，我在直播间看着都要流口水了。什么节奏？一种那个虾给你留着呢啊。你多吃一点。你也多吃一点。你今天晚上你还没吃饭吧？嗯，饿了。我担心我吃相太难看了。我知道你带这个过来肯定是，所以我想吃这个、啊，对不对，帅哥你们？我的吃相太难看了，我不能在家人面前吃。我喜欢吃。啊，我儿子，当然家人们看着会生气的。怎么会生气？他们说你。你看，他们看着你吃，人都还上去了呢。啊，我一吃就上去啊。嗯。那岂不是我把这一我在直播间看着你们，我都流口水了。易总，流口水了。易总，我怎么看不到你呢？老板在吃。老板，你还有多久到？五分钟。还有五分钟啊。你先给家人们挂链接嘛。给家人们挂点链接好不好？我上点库存吧。嗯，那家人们说要跟你连麦以后，他们对吧？家人们，就是不是易总先连麦，然后过来了以后才家人们才会这是什么？不知道什么。他们说，我不说了，现在萝卜干萝卜菜。等一下，你到了，我先走。你这样，没事，把链接给家人们。家人们，我先给家人们挂100单。先给家人们挂100单。他们说，老板，他们说你不在，萝卜干老板有点那个，所以呢不好，所以呢他们说等你来了再上。刚刚萝卜干他都说没有了，后面他跟你连麦了之后，他就又说有了。把钵钵鸡先给家人们上100单嘛，让他先上100单，不要让家人们在那里看着嘛。老板说让你上先上100单，上呗。玉总，我再加50单行不行？150单。哇哦。可以，没问题。好，上。150单。帅哥姐们，哇哦，手速去抢。可以，没问题。
上架了。嗯，上车了。在下方小黄车已经上车了，帅哥姐们，赶紧去拍，还没有拍的。我又过来偷吃来了。嗯。我跟你们说，这个钵钵鸡真的，这个料拍回去之后，帅哥姐们，拌凉菜呀，拌什么菜，自己爱吃的菜，什么菜都可以拌啊，什么菜都可以拌。所以呢，真的很，就是很方便，很方便的一个料啊，帅哥姐们，很方便，特别特别的方便。所以呢，你们赶紧去拍啊，赶紧去拍。这个拍一发五是吧？嗯，还没有拍了，赶紧去拍。但是要提醒家人们，那个食材一定要做熟了啊，嗯，一定要做熟了吃。这个冷的、热的都可以拌，好吗？对，冷的、热的都可以拌，三个你们。老板好幽默是吧？对的。来，都拍了没有？帅哥姐们，还没有拍，赶紧去拍。老板也快到了，还没有拍，赶紧拍。能不能，老板到之前，我们把这150单拍完？能不能？能不能把这150单拍完？帅哥姐们，老板到之前。有几包？哦，对，有几包啊？5包。5包？有没有包？给我看看。有。有没有包？有包。这样子的5包，帅哥姐们，这样子的5包。有那个有麻辣和什么辣？有还是什么？有藤椒。藤椒是不辣的。藤椒是不辣的。因为年轻人一般都喜欢吃红油的。对。然后。一包里面都有3包。帅哥姐们。你来说，你说，能说什么？我不敢说。刚刚说什么？有什么喜欢吃的吗？啊，那个，家里面有那种青少年的可以吃红的，嗯，然后小孩可以吃那个藤椒味的，藤椒味的就不会有辣椒。哦，对对对对，可以呢。我很贴心的，都跟大家都组合好了。真的是特别的贴心，帅哥姐们。你就算宴请家人、宴请朋友的时候，有的不吃辣的，你就可以用这个藤椒味的来做。嗯嗯、对。然后，如果大家都喜欢吃辣啊，哎，那么我们就用红油呗。嗯，3包，对对对，出来给姐妹，里面都是有3包的。今天给家人安排的多少包？哇哦，老板都到了。哇、哦，易总你好。5包。今天给家人们安排的多少包？5包。5包。对，一样的嘛，对，不敢偷工减料吧？对，对，等一下，来，我先休息一下、啊。过来吃你这个给你留的，来，你重新拿双筷子去吧。来，易总，刚刚那个筷子，你的那个筷子、我的在这里。11点钟开始出发，现在才到，家人们。要五包红牛的，去下面好香、啊、下方选家人们啊，太香了。家人们收到货以后就知道有多好吃，太香了。你们看一下，真的非常好吃。拍了佳琪，好的，谢谢谢谢。哇，太好吃了！开始坐车坐到现在，家人们太不容易了。没有拍的家人们赶紧去拍，过年了，用这种佐料，这种火。嗯。基本上就懒人做饭，对，一罐萝卜干，对，再加一点这个钵钵鸡，对，桌上就两个菜了，对的，我都流口水了，对，我都流口水了，家人们，拍过了，真的很好吃，是吧？对的，很方便，主要是方便，知道吗？